人生中一定要闯几次大祸才行，这个祸我来闯，结婚吧，你在我身边就好。哥，听说你现在到处在看房子了。是爷爷，他不能一直住在那里吧？我会跟他说不可以，他不会不听我的话。你是他们养大的，当女儿看还这样吗？他们居然想找镇编剧请他拆散你跟大伯。外表对你笑，不是连心里也对你笑？我有仔细的想过，如果真的要二选一，我选你。周一至周五晚间八点，白夜童话。